白斩鸡事件遭球迷回怼，国足教练怒喷，有本事你上来踢呀。最近台湾媒体吐槽国足球员的身材像白斩鸡一样，被国内球迷瞬间引爆。王大雷更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更新了一张自己的肌肉照片，并且直言赶紧把嘴闭上。然而近日国足教练李铁被记者问到，国足什么时候去世界杯，国足最近被骂得这么惨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李铁的一句话让记者瞬间尴尬了，无言以对。他说，有本事你上来踢。王永珀28日在微博写道，看来台湾省人民还活在我十年前的时候，谢谢你们看得起我，我会努力向年薪1亿加油的。白斩鸡变辣子鸡，不过破念 PO 不是 BO。 还有英达信托队是什么？由于满天骂声，王永珀直接破口大骂。